鲫鱼买回来一定要将鲤鱼酿造做成调水鲫鱼，味道巴适的很哈，非常的鲜嫩入味，点心味都没得。你菜市场一定要买这种哈小小个个的土鲫鱼，出来刺多一点，没啥子坏处的。我家的零零度鲫鱼是专业的哈，30块钱五条鲫鱼，教大家做一个家常版的跳水鲫鱼。水未开的情况下鱼，放姜葱、料酒，来一勺猪油，化开更香。再来点猫猫盐，焖煮5分钟，1分钟都不要多哟。捞出装盘，现在开始炒料，准备姜蒜、花椒炒香。好吃的关键，不知道咋子做鲫鱼的，就用这个专门的鲫鱼调料。我吃过，那是非常的好吃，地地道道，所有的配料、盐、味料你都不用再放啊，直接一包料就搞定。这一包料足够5、6、7、8条鲫鱼都合适，直接炒香就可以。它是专门的鲫鱼调料，我吃的辣，加点小米辣，一起炒香，放鱼汤，再勾个薄钱就可以出锅啊！零零度菜就是一个简单又好吃。小葱，出锅。这一上机就搞定了，是不是特别的简单？太爽了吧！自己在家里面基本上就可以做哈。这种鲫鱼色泽红润，看起来真的太好吃了。自己在家里面只用花几分钟就能做出来的跳水鲫鱼哦。下方就有我的同款鲫鱼调料，你自己也可以拍一袋试试看，强烈推荐，好吃得很。